主料，豆腐220克，白菜80克，粉丝15克，辅料油、盐、虾仁、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豆腐切成方丁，白菜嫩筋随着切成大块，将豆腐放入锅中煎至两面上色，将煎好的豆腐拔在一旁，入白菜翻炒，另取一锅加入沸水，煮熄锅的粉丝继续烧开，将炒软的白菜与豆腐倒入汤锅中，加适量盐与粉丝同煮，加入了淡味虾仁，煮至汤白，放入香菜段、鸡精出锅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将豆腐煎一下再炖，炖出的汤汁更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